各位香港人，你哋好。我系8月11号被爆眼嗰个女仔，我有好多嘢想同大家讲，但系以我嘅身体状况，只能以录影形式喺度同大家讲声。首先，我要澄清一样嘢，我系冇哥哥嘅，所有关于我哥哥所发出嘅言论都系假嘅。而之前喺连登开 post 嘅，的确系我妹妹同朋友。如果日后有任何消息，都会经由嗰两个 account。对公众发布的特首林郑月娥对警队的所谓包容，警务处处长对下属的纵容放任，令香港警队由一队理应维护法纪、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的纪律部队，变成一队以意图谋杀、残害以及虐打香港市民为己任的组织。你哋辜负咗令香港成为全球最安全以及稳定社会嘅抱负，愧对港人。我以一名受害者嘅名义，对香港政府以及香港警队予以最强烈嘅谴责，并呼吁警队停止对香港市民作出一切嘅暴力行为，以及谨守你哋嘅职能，严正执法，以绝元朗、荃湾、北角、将军澳等恐袭事件再次发生。我亦都想借呢次机会去多谢一班知道我受伤之后为我挺身而出的香港人，无论是机场集会定系818游行，甚至我知道在世界各地都有发起相关的声援活动，我都是十分感动。你哋为我付出的时间、血汗，连大雨都无咗你哋对我的关心。你们对我的付出，我这一世都会铭记于心，也都会带着你们给我的力量，坚强面对日后的生活。特别想感谢一班医护人员，在我受伤的时候连日来无微不至的照顾，提供最好的环境给我休养。当我可以擘大一只眼，身体不再迷糊的时候，看回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静坐、发声、心意卡等等等等，会不会都会令我动容？你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全香港人的无名英雄。当然还有很多关心我的亲人朋友，很抱歉我不可以一一回复你们，但是你们的心意很清楚。当我好回，我一定会好好补偿我们失去了的时间。至于探病方面，希望大家俾多啲时间我同我屋企人，我会再约大家。同时都知道好多人想出钱支持我，无论生活费又或者之后的医疗开支。如果我有需要，到时候一定会同大家讲。但喺呢度，我都首先多谢咗你哋对我嘅关心。古埃及神话何老师嘅右眼有远离痛苦、战胜邪恶嘅力量。而我都希望我的右眼可以令香港市民远离痛苦，战胜邪恶。我还有最后一个很卑微的愿望，就是希望在这一场运动里面不要再有人受伤被捕。最后我促请政府正面以及积极地去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盡力挽救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施政的信心。香港人，